第十九题，功率的定义为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或消耗的能量。由此可知，下列何者是功率的单位？A 选项是牛顿乘以秒，也就是我们的力量乘以时间，这在国中是没有意义的。B 选项是牛顿乘以米公尺，也就是力量乘位移。力量乘位移就是所谓的做功，可是功率必须要再除以时间，所以底下要再除一个秒，也就是我们的 C 选项，底下要再除一个秒，这样才是对的。那么 D 选项就是完全乱写，完全是不会对。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，由此可知下列何者是功率的单位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牛顿乘以公尺除以秒。